两全法。不负如来，不负卿。十三年庆年，小玉虽然爱义为生，但也有自己的原则，此原则既不为大人而设，也不为大人而改。就是这些，你的规矩就不同。谁先解下？子钗为媒，原定三生。小玉如果要嫁，一定是嫁给那兰，绝对不会是君女。你趁早断了对霍小玉的心思，你们是不会有结果的。今天的锦州吧，在于他。小玉，你看看你怎么爱他。杨凤因为那爱形容你，才是最适当不过的。斩草除根，杀！你为何还要助纣为虐？有凭你也要勾引他吗？窃取御史，图谋皇位，你犯的是大逆不道之罪。莫非纳兰不是什么一柱子？就凭他是你的亲父？需要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你不是我亲父？你真是个卑鄙小人！